课程我是看完了，是看完了啦。你们干部在期末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社员讲啊？啊，说话，你们每个人自己录一段影片跟社员讲，爱不爱他们之类的，听到没有？拜拜哦。木鱼的大家，大家早，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萌萌，就是谢谢大家这一学期的照顾，很开心社员们都变得感情很要好，然后大家很开心，很爱大船，然后之前听说有人觉得啊上课好无聊，我也超怕你们下学期。有些人就褪色，可是发现好像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哎，觉得应该不会这样吧？好啦，然后我要谢谢木语的其他干部们，我真的超谢谢他们的，因为这期真的也够水，然后他们就像大树一样把我撑起来，然后。给了我很多力量，也谢谢某某老师，就是他也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就是要谢谢木鱼的所有人，然后大家这学期就是很顺利的度过了，期末快乐，拜拜。嗨，我觉得啊，每一个社员都蛮厉害的，就。像我去年的时候，我大概上半年我只来了两三堂课吧，就我也不是不喜欢这社团，只是就太叛逆了，所以就一直翘，然后也不请假。但是看你们几乎都有到，就算足了什么，你们还是有些人还是有来，这蛮厉害的，就辛苦你们下半年。继续加油吧！一个任务完成 ，Good。Hello， 大家，圣诞节礼物有没有收宝宝啊？希望大家这学期的社课都玩得很开心，下学期还要继续一起玩哦。羊来了，妹妹妹，爱大家，拜拜。Hello， 小羊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木鱼大船的最后一堂社课。那到今天我们也相处了半个学期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在这少少的几堂社课里面，是不是真的都有学到你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呢？这也是我们一直最 care 的地方，就是怕社课时间真的太少，然后你们会没有得到你们想要学习、想要得到、带走的东西啊，请忽略我后面非常脏乱的桌子，我来换一个角度啊。那不管是有没有，就是我有没有真的很认识你，或是你有没有真的很认识我，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也是一直这样在后面看着你们。萌萌的，然后觉得你们每个都很疗愈，就是每一个小羊咩咩都很 Q， 然后也很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你们身上成长，在你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也希望你们有因为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们，爱你们，啾咪。大家好，这学期过得很快，
但是也因为有你们，我觉得特别的充实，也特别的精彩。那我想跟大家说，谢谢你们来，然后也希望你们在沐语这个大家庭有学到一些东西，回忆满满。那看到你们脸上的笑容，我也会跟着很开心。你们真的很可爱，我爱你们。那最后我要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船行一定要来哦，拜拜。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婷蓉，我是大船社的干部，我是活动。就在这里先祝福大家能够在2016年，在新的一年能够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学业进步，还有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心想事成。也希望大家最近能够，多看一下天气预报，因为最近天气变化有点奇怪，反正就是要热不热，又要冷，要冷不冷。反正就要多注意一下天气预报，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反正身体健康也要多注意一下一些健康知识方面的新闻。对，就是要随时戴口罩，因为最近 PM2.5 有点严重。就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年在大船社的这一段时间能够跟朋友还有认识很多朋友，也跟朋友处得很开心。听每一堂课都很开心，也学到很多东西，就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事事顺利，心想事成。大概就这样，以上，谢谢，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沐语的咨询丢丢。然后就是很谢谢各位社员们这学期很努力的参与了很多的沐语的活动，就是不论是社课、社友或者是音乐讲座，大家都愿意播出时间来，然后参与所有的活动，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沐语的这半个学期以来，就是又学到东西，然后玩得很开心这样子。然后也希望你们在下学期可以继续有在社团，然后跟我们一起玩乐，然后创造出更多美好回忆这样子。那队友在这边就要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然后跨年快乐咯，拜拜。谢谢大家这一学期的陪伴，让沐语大船可以呈现一个疯狂的状态，希望这些情况可以延续到下学期，让沐语大船的温室效应更加的剧烈哦。好啦，那我话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2016可以顺利快乐。考完期末考啊，期末考欧趴，然后考完期末考选完总统之后，就可以跟我们去大船行哦，缺一个都不可以哦，拜拜。Hello， 大家，我是 Zoe。好快哦，就是半年已经过去了，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可以说的是谢谢，就是谢谢所有的社员。还有所有的干部，我是一个不太尽责的社长，然后有很多事情其实也很迷茫，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还有包含就是你们这群这么嗨的社员，其实我有点招架不住，所以我都把我的责任推给我们的社团吉祥乌克拉。然后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就是有你们这样子的社员，我觉得这一届的沐语大船真的很不一样，谢谢你们。